是有个实验吗？说只要连续50天夸奖一个女孩子，不管她的容貌还是气场，都会改变。哎，安安，帮我一下好不好？哦，好。你帮我补一下眼。OK。嗯。欢迎光临。执行长，执行长，你怎么会来啊？我一定要理由才能来看你吗？啊啊！没事没事，你们聊啊，我补货，补货补货。到底来干嘛？我刚不是说了吗？我来看你的，还是我来一定要买东西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没关系，我都来了，我来一杯咖啡好了。嗯。要喝什么？我想要一杯喝了会跟你一样可爱的。那我应该喝什么？这种东西，这执行长很会呢。是哦，我以为便利商店什么都有。那你平常都吃什么？随便吃啊，有什么吃什么。所以你也会吃东西啊？我以为仙女都不用吃东西的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可以嘛？游元乐，你很会。我今天没有准备，真的没办法。哎，你有点抓得太大力了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让一下。今天一定还没有好好看过自己，对不对？就算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么华丽的餐厅里面，你依然很漂亮，真的。你看，不是很漂亮吗？笑起来多好看。哪有？
明明就很奇怪，你不要想。当有人赞美你的时候，你只要说谢谢就好。谢谢。嗯，很好。你现在很美，很漂亮。谢谢你。游元乐，谁准你带他来这里的？你凭什么？Cindy， 你干什么啊？上车吧，你的车会被我弄湿。进去。真的不用，我可以自己回去的。你赶快去跟 Cindy 解释。我是要跟他解释什么？我感觉 Cindy 很生气啊。哦，你感觉是对的。嗯，所以你赶快去找他。他生气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那么担心他？我是担心你，不是担心他。Cindy 对公司来说这么重要，要是他真的气到跳槽怎么办？护着他也要个限度。那你呢？我？你担心他生气，担心我公司有问题，那你有没有担心过你自己？赶快上车吧。再不把头发吹干，人家感冒了。谁准你做的、啊？你为什么要带他来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？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哎。我不知道这家餐厅对你来说这么有意义、欸。如果是的话，我跟你说声抱歉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情都跟他没关系。你针对我就好。拿去。如果泼别人东西这种举动可以让你消气的话，来，我让你出气。你不要激我，因为我不敢。我就是知道你敢，来吧。Cindy，冷静。你不要以为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你，给我记住，游元乐。你还好吗？还好，就正常能量释放。也没看过核爆级的Cindy，那才叫恐怖。